上帝，我来了。殷浩然干不过你，我血祭还能收拾不了你吗？强大的至尊圣体，这令人疯狂的血气味道。触发天命任务，降服隐身状态的敌人，成功奖励毒药含笑半不完，失败惩罚随机失去一样器官，时限十分钟。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了隐身的敌人。听系统这么一提，确实感觉房间气息怪怪的，而且脖子凉凉的。但是遇到未知的恐惧不能怕，必须微笑着面对它。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发制人。被我抓到了，我好像推倒了隐身的敌人，落到了我张毅手里，是你的不幸。我居然被他推倒了。张毅的气场好强，我完全动不了。奇怪，怎么有种 Q 弹的手感？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滚开！灵魂状态下，张毅不可能赢得了我。哼，洞察术，附近有攻击产生的气流。被我捕捉到，应该是腿部。无耻张毅，用了什么奇怪的法术，居然能洞察到我？让你尝尝我的利爪滋味！大家快闪开！危险！啊，张师兄，我受到攻击了。原来张毅师兄喜欢。不是我干的，你们误会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兄，你是要非礼良家少女吗？谁在吵吵，打扰了我的美梦。人多眼杂，必须尽快离开。敌人的气息在那里。等等，我好像抓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这一刻我如同沾了禁果的亚当，我仿佛碰到了神的力量。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被冒犯。张毅，下次我绝不轻饶你。降服敌人任务完成，奖励能让人陷入癫狂状态的神秘毒药含笑半不完。翻来了一巴掌，我又没看清长相，而且怎么突然任务完成，降服敌人了？难道对方的内心已经破防了？刚才房间的气息很奇怪，应该是来了灵魂体。修仙界有很多游荡的灵魂体，他们生前是强者，死后依然具有意识，存在部分修为，不同于孤魂野鬼。原来如此，你懂得真不少，以后就叫你小爱同学或者 Siri 了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神兽白泽，通晓诸天万物的法则，绝对的学霸。不过来者到底是谁呢？路过找茬的未知的敌人，又或者是叶浩然背后的神秘力量？有机会必须调查清楚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出去找张毅了吧？找他又怎么样？他还没了我呢。喂，你这个木头，难道不嫉妒吗？不生气吗？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个小姐姐吗？不喜欢。哦，那你喜欢男的？更不喜欢。一切都不重要，我只想除掉张毅在内的所有阻碍，迟早有一天整个修仙界都会为我折服。都说张毅修的是无情之道，对比之下，我感觉叶浩然才是真正的无情。看样子未来注定是叶浩然和张毅的气运之争了。
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，这也能被找到？我叫孟凡，蓝色沦陷的一百区。几十年前，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。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。为了抵御怪兽的侵袭，绝境中的人类开发出了图灵，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。这些人便是图灵师。大家亮出本命图灵。三尺小木棍，诺基亚手机。一型图灵师，普通的板砖。哎呀，这破板砖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、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们来吧，秦宇。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永无尽头，开始新的冒险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这些人都遇到无路可逃了。我跑啊，他们来了。啊，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